感谢您收看江苏卫视我乐出怪咖的秀，有请主持人怪大哥。谢谢谢谢，做什么节目都是如此，一个人干不了活，非得有帮忙的。单说舞台上啊，你看到我们台上一共三个人，一个是我们可爱的 DJ 高高啊，一个是可恨的岳云鹏啊。好多人都说了，哟，你别老挤着人岳云鹏，这么可爱漂亮英俊潇洒的年轻人，哎，救不了你了啊。那您说的也太假了。没办法，开场之前岳云鹏跟我说，师傅您别老说我了啊，我给您拿点钱吧，您在台上表扬表扬我，你们知道我视钱财如粪土啊。